迷宫。弟子规，圣人训，首孝悌，自己信。泛爱众而亲仁，有余力，则学文。入则孝。舅舅，弟子规，圣人训。父母命，行勿懒。牛牛，读书的时候要专心，不然读多少遍都是毫无收获的。要须敬听，父母责须顺承，冬则温，夏则静，晨则省。我们这是在哪儿啊？大概又是小虫哥的法术。我们该怎么出去呀？哎，早知道我就好好读书，不碰那个纸青蛙了。那你的意思是我喊你进来的了？哼，我爸爸说过，很多人在菜市场都能认真读书呢。哼，我又没说你，你干嘛生气呀？你们太吵了。老爷爷，您能不能告诉我们怎么出去啊？对对，快告诉我们吧。我不能告诉你们怎么出去，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是怎么进来的。只有不认真读书的孩子才会来到书中的迷宫啊。老爷爷，我们知道错了，您就帮帮我们吧。我以后一定认真读书。不用以后，就现在吧。你们手上不是都有书吗？只要你们认真读书，我就告诉你们怎么出去。弟子规？急什么？坐有坐相，站有站相，读书就要有读书的样子。那我该怎么读呀？弟子规，圣人训。首孝悌，次己信，泛爱众。怎么这么累呀？你坐直了就没事了。双手捧书，书离眼睛30公分左右。弟子规，圣人训，首孝悌，次己信。读书不光是要用嘴，更要用眼。最重要的是要用心。虽有疾，劝树齐，有缺患，就补之。非圣书，秉物事，必聪明，坏心智，勿自暴，勿自弃，圣与贤，可循之。老爷爷，现在你能告诉我们怎么出去了吧？拿着你们的书跟我来。
门上的两个凹槽了吗？把你们的书摆上去，大门就会打开。迷宫的墙壁上写有《弟子规》的经文，只要按照正确的顺序，你们就能走出迷宫了。要不咱们还是带上书吧。不用，我都能背下来了。长者立，幼勿坐。妞妞，你那边是什么呀？是不是长无言，退恭立这句呀？我觉得应该是这句“长者先，幼者后”。你确定吗？错不了的。你就跟着我走吧。这条路怎么这么长啊？是不是我们走错了？应该不会吧？你看，那不是路口吗？这不就是刚才那个路口吗？我就说我们走错了吗？我们还是按原路回去拿上书吧，有书在手里肯定不会迷路了。那好吧。你把我背起来，我到墙顶上看看。你看到什么了？你快说呀，让我也看看。宁宁，你受伤了。我崴到脚了，笑笑，我们出不去了。你别哭啊，你到底看到什么了？这个迷宫有这么大呢，我们走不出去了。我先帮你看看崴得严重不严重。还好肿得不是很厉害。笑笑，我们走不出去了。地道公，兄弟睦，孝在中。妞妞，我来扶你，咱们一定要走出这个迷宫。事务忙，忙多错。妞妞，小心你的脚。你放心，我不会再乱来了。你等在这儿，我去找路。跟我来。我自己走吧，这点困难我不会再畏惧了。那也不能轻视你的脚伤啊，我来扶着你，咱们就一定能走出去的。笑笑，这些文字怎么都看不清啊。宁宁，你还记得之前我把水杯打翻到书上吗？也许我们是走到弄湿的那页上了。看不清字我们该怎么出去呀？我们克服了那么多困难才走到这儿，不能就这么放弃了。不学文，任己见，昧理真。
读书法有三道：心眼口、信贴药。妞妞，还记得那位老爷爷说的话吗？只有不认真读书的孩子才会到这个迷宫来。是我不该拿出纸青蛙玩，害得你也来到这里。不不不，是我自己没有做到认真，我以后一定会认真读书，做到像你说的那样，在菜市场里都不会被打扰。我也是，以后我们天天都去菜市场读书。我们怎么飘起来了？我不知道啊。弟子规，圣人训，首孝悌，次谨信，泛爱众，而亲仁，有余力，则学文。小朋友们，读书法有三道：心眼口、信皆要。当我们读书时，一定要端正心态，专心致志，不仅要看书念书，更要用心去领悟，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收获书本所带给我们的知识啊。